年第20场的初赛，第18场的先发，全面性我是觉得有比较提升了。对，哎呦，这一颗154的速球压在了低角度的位置，林家伟站着不动，遭到了3振，花了7颗球，徐若曦解决掉了狮队的开路先锋。哇，最后这个位置，主审说是3振啊，但是陈杰先生已经要走到一垒上了，哇！彭楚云先生这一回是直接把陈杰先给拉掉，看一下。哎呦，侧面看应该会更清楚哦。两好球以后他是压得蛮低的，这颗球网友们要爆炸了。哦，类似这个位置哦，类似这个挥棒的那个地方会稍微转弯一点。那有趣的是呢，以这个轨迹来看，就是 Carter， 他的 Carter 投到了149，超爽，这个哇，很快，真的很快。变化球来了，走在了低角度的位置，3振掉了林奕泉，确了哈，然后放球点也比较有力量了哈。对，徐若曦7个打数有3支安打，算是不错了。哇，158，哇，这颗速球让林丹挥棒落空，可能就会觉得好好可惜啊。若曦以他的身体状况，在本季没有办法去出赛12场的比赛。低角度的位置还是 K 掉了陈胜平，第一轮徐若曦 K 掉了喵喵，6位的打者。9个打击者 K 掉6个，这个比例太高了吧？啊，速球会不会打得比较好？但是他哇，感觉有人的时候会用的比较多一点。再来一个低角度的位置，林家伟挥空，最后的结果是3振。哇，158跟上，对，没赶上。哦，再来 High Fastball 9K 了。哇哦，这连林月平都想说羞哈。主审，这个雨是不是要稍微休困一下？对，他可能有这样的意思哦。哇，这会不会又是另一次大饼承袭了红中的绝招？哇，今天已经是 9 strikeouts， 9次夺3振，而且用球数只有61颗，应该都是速球了。哦呦，变速球哎，突如其来，蒋少红跟徐若曦一同完成了这场比赛的第10次夺3振，哇！若曦不简单啊，突如其来让大家都没有猜到，这是徐若曦生涯第5场单场双位数3振的比赛，身影更加的帅气啊！哇！哎呦，这个过去这个动作是只比给兄弟看的林月平才做得出来的哦。